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是現正生效的，預料八號信號會在今晚維持。在七點鐘，熱帶風暴苗柏就是集結在香港天文台的東南偏南約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動，時速20公里，大致移向香港一帶的。咁從個雷達影像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個風眼係喺呢一度嘅。預料未來嗰幾個鐘咧，咁苗柏咧就會喺香港一帶登陸，並且會為香港咧帶嚟烈風同埋咧係大雨嘅。咁市民咧要提高警惕。另一方面咧，就係當個風眼橫過同埋登陸香港之後咧，個風向咧係會轉變嘅。原本比較受遮蔽嘅地方咧，可能會突然間變得比較當風。咁市民咧要提高警惕，做好防風措施。